投了5.2局拿下胜投。这个球打到的是在中间方向的飞球，现在追过去落地。德州安打，铁汁啊！德州安打带有2分的打点，王振堂今天太厉害了，个人第4次的安打 TG。哇，真的是厉害了！手机顺的时候怎么打怎么安打，怎么打怎么有了。中间方向落点巧妙的德州安打，带有2分的打点，也让中华队呢目前是8-0领先。眼睛瞪着很大，今天第5棒打 DH 的王振堂啊，再来一支。这个手气好，那技术也好，这球我们看啊，有一点切到，这个切到啊，因为中外也守得比较深。